如果我欧洲的朋友们，如果我跟他们说我能卖这么多，99块钱卖了7瓶酒，燕京啤酒。我2006年到中国的时候，2.4块一个绿棒，然后你换瓶，他给你5毛。Nice。好多做假酒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很容易会头疼是吧？但是这个，我帮你们拼。我可以承认。这个不是假的，假的它就是有一个老袜子的一个墙。我家附近有一个兰州拉面，兰州大饭店。哎呀，好吃啊！爷那个老板挺不错的，我挺喜欢他。他的媳妇感觉我是个酒鬼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们谁？鱼吧。这个可以。美酒。还可以，结果，但我们试试。哦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Yes, yes, 好喝。99块钱，我从办公隔壁的那个便利店能做什么样子的酒，能喝什么样子的酒？希望你们推荐你们有什么想法，因为我一直在。我听你们的，你要干嘛我就去做。我知道你想啥，我知道你想啥，这个我们拍不了。好，我呢谢谢大家啊，我们下一季我们听你们的，我们就来做。